啊，这样我，这样我自行离场，我自行离场。好的。这个万茜啊，她既是我的女神，又是我的哥们儿，又是我的哥们儿。我们俩2007年一起合作过。倩倩，你一来直播间150,000了，然后还在往上涨。哥哥，我你往这边点。我可以啊，对，来了，你在中间，还在往上涨。然后要不然我们跟我们直播间的粉丝打个招呼，然后我们音乐再稍微开心一点。欢迎万茜姐姐，欢迎。亮亮粉丝，那个亮亮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万茜。啊，就是很走心，但是刚开始也是有点官方。马上好了。我跟你讲，万茜私下是什么样的人？很飒，然后很感性，然后就是很仗义，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台上的时候呢，也可能没有来过直播间做客吧，从来没有吧？没，脸都红了。对，有点害羞。我的天哪！那我没有想到你们直播间居然有这么多气氛组在旁边。不是什么气氛组，他本来就这么开心，我自己。啊，是真的吗？不是我，因为我的风格就是这样，我就是气氛组。你哪边脸好看，我都让给左面右面。是我参加完，反正参加完综艺以后，我就发现亮亮贼会聊，贼会聊，贼会。不是啊，是贼会聊，不是贼会撩，好不好？是贼会聊。是。是贼会，17万人了，是不是？啊、这儿呢，看、哦、你来的时候、哦，我们福袋马上还有开了，宝贝们，我预告一波啊，倩倩来的这一个小时里面，福袋我不 Q 了，不停的5分钟开一次，5分钟开一次，每一次里面有5台手机，就1分钟我发一台，这个，哦、好不好？一会儿、啊、真的吗？这么大气吗？啊，是吗？这我常规操作哎。啊，真的吗？难道你不了解我平？我很抠吗？平时？你们我很抠吗？对不起，是我错。啊，就倩倩是现在在深圳拍戏、哦，然后呢，在这里因为来到咱们直播间呢，很多粉丝都特别喜欢你，一来蹭蹭往上涨人。你往里，你是 C 位。倩姐来了，必须 C 位。没有，我不是来做客的吗？啊啊，我不是来做客的吗？你来不是，这就是你随便，你说啥是啥。你说亮亮，你说亮亮送手机，然后我就送。啊，那行。亮亮，工作人员拿走，是这样吗？都拿走。要不你点抽一个？这里面好的，这样，这里面有很多，跟你说，给你们说，女神，你找一个，然后我们送手机，好不好？啊，这就这样吗？就这样，这一摞都，这一摞，帮你弄好，然后你点完了你就抽，抽完就送，马上发。你们这么大气的，我从来没有经过这种场面，我觉得啊，我见世面了，倩倩，这酒有点过于谦虚了吧？是真的，来、哦、来吧，随便抽一个啊，看这里有啊，这里就是点亮粉丝团灯牌，然后不是粉丝团灯牌的话，倩倩可能就不抽了。对，前面是带有正能量的、啊，随便点一个，大家直接怎么截屏吗？不用截屏，就点一下就行，点一下行吗？女神，哎，你又点出去了，对不起，你点来。我闭眼点了，好，来荣送一台手机。万千助阵，1分钟一台手机，好，签名吗？送给荣了。给荣了。啊。我的还是兔签。你也要写一个呀？这样。我。嗯。写在你这个地方。嗯。不配。什么东西、啊？这样，你这么大方，你来了之后，其实说实话，万茜来的时候呢，是希望给大家带礼物的。万茜说：“这样吧，我拿点现金出来或者干嘛的。”我说：“不用了，你人来了就好了，一份心意。”然后，但是呢，我也不能来了，因为万茜给万茜站个台呢。说实话，我发100万现金红包，拿着用的，给大家，就大家拿完了之后在下面可以买东西，100万现金红包，来，3、2、1，抽红包啊！没抽完呢，再抽。你们是这样的吗？咱今天不卖货。直播间18万，欢迎万茜姐姐！耶、yeah! ！完了，嗨了， hey! 这才是你。来，赵导，你得找夸你的，你得找夸你的女神。谁？女神，就是她了。女神 ，Lucky Five，Lucky 五，送一台， yeah! 送一台，你就直接，你要兔签吗？还是直接就写了，就直接签个字了？毕竟你时间挺宝贵的。我这边要晕过去了，太好看了。好，送了啊，送了啊，再来一台。真的吗？真的啊，你随找一个女生好看，这是女生好看，就是马小龙。哎呦，是一个小男生哦，我直播间里很少有男生呢。真的吗？啊，很少有男生啊，他怎么这么幸运？送他一台手机，送你一台。哇！宝贝，不是宝贝去了，宝贝，不是哥们儿，
你要是孝顺回家送妈妈啊，我这宝贝说惯了，我宝贝说惯了。我发现，昨天发现叫谁都不合适，叫他也不合适，叫这边也不合适。宝贝，你还在这干嘛？宝贝，我叫我自己来。十九万人来，欢迎万家姐姐，欢迎万家，你来了，这么呜呜的往上找人，呜呜的往上找人，来，再来一个。谁？我。女神。丫头，女神万岁。哎哎。动了啊！这两边签，行。来签吧，哎，再来一个吧，好不好？哇，真的送啊！我是真的。然后第二天就快递顺丰发出去了。我跟你说，我真的被你的豪气震慑。真的不骗你，来，我傻子，我看傻子。把那灯泡点亮起来哟。谁呢？我闭眼了。一杯酸奶，一杯酸奶。又是个男人，我的天哪！我发现万千的男人缘就是异性缘，你为什么老能冲到男孩？我呢？你，我的妈呀！来看，来再送一个，爱，来，这得送老婆，这送老婆朋友吗？来啊，老婆，好。行，所以现在直播间二十万人了，你来，来放个，你这样放个花，多少秒？毛钱，毛钱，三三秒，小心，好玩吗？咱直播间好热闹啊！所有的什么海清姐啊，他们都来了，都很热闹，就不愿意走了，可想玩了。好开心、啊！这样吧，咱们这样，既然来到咱们直播间，除了给大家发手机，每一分钟一台手机之外，咱们给大家带一些我们的一些爆款产品嘛，嗯，好不好？好。那个又差点又叫错了，我叫宝贝叫习惯了，宝贝们。啊哈拉的身体保湿滋润死海植萃补水膏，倩倩，咱们平时用的时候拍戏的时候，有时候拍特写，这些地方都是。给一个特写就非常的容易，这个能看到特写，纹路有纹路的，它属于复星集团，是500强的复星集团，旗下有老庙黄金，还有我们的亚特兰蒂斯，它是它旗下的品牌，最关键它是核心成分 osmoter， 这是什么成分？死海500米以下的一个矿物成分，能提升我们的水润度，而且它不油不黏腻，我抹完之后，因为给你看一下，特别舒服，你平时要用起来的话，尤其放冰箱里，第二天早上起来你有没有库拉索芦荟？我告诉你，这个是在。在亚特兰蒂斯2楼的 SPA 馆里面，就是阿哈巴的 SPA 馆，卖308一罐。我知道，我是在代言人。班门弄斧，尴尬呀！尴尬呀，两个。哈哈，这样，尴尬。哎，这样，哎，我们再来一次，咔，再来一次。没事。好吗？好吗？这样合适吗？我怎么没有人告诉我？我以为倩倩来光是完全为了我的面子，没想到也是她的代言人上。我错了，带货来了。我真的从来没有这么尴尬过，真的从来没有尴尬过。说特别好，但是你自己是在代言，你肯定是用过吧？我有用，我一直在用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拍戏不是经常天南地北就到处走嘛，然后我的皮肤也是属于比较干的，所以我基本上是每天洗完澡以后我会立刻抹。立刻抹。对，立刻抹，因为它比较清爽，然后它不粘。刚才问我不粘衣服，它不油不粘。对，你吹一下。哎，垮。就是不垮，因为我抹的比较多。对，我抹的比较多。关键什么？它是哑光质地的，是它不是那种磨起看起来油油的泛油光，看起来像我们本身出油的感觉。最关键它里面有什么？红没药醇，抗火的，然后维稳我们肌肤的小情绪，还有北美金缕梅天然保湿因子，还添加了库拉索芦荟。你代言的东西确实是好，真的真的是好。你平时买多少钱？这里面的味道是天然的雪松香，应该原价是。300多，对吧？原价我记得300多，但是因为我没有花过钱嘛，不好意思。你代言。哎呀，在呀。我真的，我这个直播间我也是，如果没有20多年的从艺经验，这没有强大的内心，我在这里多一秒我都真的待不了。我真待不了，308。
好，但是该到我的主场了。308阿哈瓦，308亮个直播间，238什么？一大罐儿，238 SPA 级的 Osmoter 的，这里面死海下500米的，我哦对对对，你是台盐人，我是。又多余了，太夸你了吧？太多余了，夸你这个粉水没有，他还真的是。那你之前对品的时候，你为什么又跟我说你是代言人呢？你也没跟我说呀。你就说这个很好用啊啊！对啊，你也没跟我说呀。238这些大管350毫升，今天618寿冠买一管送。哦，那很划算了，买一送一。买一送一，100多块钱一管，而且它的橘松、雪松香调，你像买一个香水还多少钱？这个用在身上尤其适合夏天用，不油，超好闻 的，超好闻。对，宝贝们，这个味道，倩倩，你平时用香水很多吗？我喜欢用木质调的。木质调的，对，很安神，很安逸。对，然后它是属于那种很清新的，很感性，你不会觉得它很甜。对的，哎，香水如果太甜的话，你不舒服，对不对？所以我们该上链接了。啊，哎，872，直播间278，238，便不便宜？便宜。来。来，税税店260一管，来3、2、1上车。哇，你们这真的好热闹，这什么给我的？这沐浴露，这送的吗？亚特兰蒂斯专属沐浴露，只有是高级的高贵套房才有，送了。送一支，太大气了。还有啊，两只沐浴露，到手两只。哦，那已经非常划算，真的非常划算了。3秒钟2000单。啊？啊，3秒钟2000单。你们这个直播间这么快的吗？啊，因为你这么大气的吗？我平时卖不出去的，我一个小时卖4-5盒也就。你少来。对，我4-5盒就4-5单。你少来，你别唠了。就是，我宝贝们，这个不是跟大家开玩笑啊，倩倩是代言人。但是我自己用完它的时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夏天抹起来不油腻，而且它带着那种雪松香型的话，你不用再抹任何的香水了。对，这个味道是我感觉啊，它不会出错，所有人都特别喜欢。它是什么味道？它是用那种就是铃兰香型的，而且前调是清新柑橘加柠檬，后调是雪木松香型。雪松木香型的。对。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你在这有什么小课，你跟大家聊一聊啊。咋的？你是要脱衣服了吗？我到前面，是，我到。我得亮哥。我得亮哥，亮哥直播间还有限制性的内容，这不合适吧？可使不得，在咱直播间不能这么开玩笑。啊。我播不了了，一会儿我。看好啊，我涂完了啊，这个涂完了啊，涂完之后你们自己看。是它不油，是哑光的啊，哑光的质地它不油。亮哥，你是不是应该抹一下你后脖梗子？说啊，被太阳晒的。哎呀，很熟。看啊，它里面抹的上，它粘住了吧？但是我怎么拍，它不油，不油。什么叫油？看好啊，现在让拍完了吧？这叫油。看，这叫油，看到了吗？看到了，这个叫油。算了，女生在这儿就别油了吧唧的在这儿。已经抢完了，抢完了，第一波抢完了啊！第一波已经抢完了，没了，第一波没了，来再加一波，一共就2-3波库存，3、2、1，保质期3年。税税店这个价格260，完了。海里，海某里。税税店260，现在一罐的价格。260，然后我们2382罐，再赠送他的正装的沐浴露，还有化妆包。亮哥直播间2382罐，他税税店1罐。然后你们看一下啊，哈瓦、亚特兰蒂斯、他里斯巴馆里的这个标价不能挡住我们的倩倩女神的美貌，自己看啊，2000多、3000多、5000多，这是他的一个什么死海矿物盐啊？他用的这种死海盐，其实都是用来自他那个。500米以下的死海精粹矿物成分用的，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高端SPA馆，就是用它做身体乳。然后它是用面膜级的成分去做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一个补水膏，就像给身体敷了一个补水的面膜一样。对，是的。哎，你们都好会聊啊！叶老师，叶老师，老师再换一个好玩的。然后这个话题是这样的，哎，谢
好玩吗？真的好好玩啊！倩倩皮肤好细，因为我每天都在阿哈法身体补水膏。这么多年了，你还是没变。刚开始来还脸红，我的妈呀！我说我什么时候见过万茜脸红？我跟你说，那个女王啊，我跟她一起录节目啊，我录节目叫什么？叫姐姐的爱乐之旅，爱乐之城。我去了就给他们当经纪人，我说你好，我是张亚亮，万茜。来了，我来了，姐姐来了，然后各位姐姐好，然后宁宁姐好，所有姐姐好啊，亮哥全程卑微啊，全程卑微，姐姐好，我以为万茜我俩合作过，她能够照顾我，哎，然后一个女王范儿就坐在这儿，然后就那种感觉，哎，好久不见，来了，我跟你说，真的，我想死掉那一个，真的，那一个。我想啊，第三波库存，3、2、1，怎么玩？来，1分钟一台手机，在这里呢，这福袋，然后大家一键参与评论，参与完了之后，它就有一个福袋可以去抽，然后每5分钟就5台手机。哦，对，我身边人还中过呢。啊，真的吗？我身边人中过。我可以抽吗？现在都已经花了15台了，我们福袋就没有断过。你抽它干啥呢？你抽的干啥呀？来啊！啊，哦，这你这进一下正题是吗？啊，他们让我讲一下使用感受，我觉得这还用讲吗？万茜代言的东西就是舒服，他这个人啊，万茜这个人呢是这样啊，爱憎分明，很格路，东北话叫格路，格路叫什么？就各色叫什么？很独特。他这个人就是你是在夸我吗？我是在夸你，我真的东北人叫格路，就嘎咕，嘎咕是吗？就是。你给我多少钱，我这个东西不喜欢，我不代言，老娘不陪你。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无所谓，我就活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所以他代言的啊哈瓦这个产品，我说实话他真的很高端，因为他复星集团呢。没有，我跟你说，因为在死海旁边只有他们一家是可以在死海旁边建那个工厂，你往中间那个实验室的、啊、是不是啊？嗯，也是因为格路。对，大家都是臭趣味相投。趣味相投。福袋又开了啊，又5台手机，现在5分钟，大家一键参与一下好不好？一键参与一下。然后虽然这个是身体乳，其实它真正应该叫做补水膏，然后非常好推开，就像巨好闻。你要涂抹在全身，再给身体做着死海的 SPA。哦，而且强效保湿哦。我这样啊，我讲一个，就是我很实在的在讲，我平时我不涂，男孩子不涂身体乳。我身体皮肤还行，这个真的是我真的是觉得这是男孩子是可以接受的。没有，后来我把它放到冰箱里，出来的时候我先镇定一下，我平时出去镇定一下，晒都已经却黑却黑的了。来看一下我俩的肤色，像不像奥尔良鸡腿？你比原来更黑了，我跟你说，是不是？对，你把裤子准备好了。我拍戏的时候最喜欢跟亮亮。我告诉你，我现在不仅黑，我还经常被别人黑，你知道吗？我今天就是来看大冤种的。昨天好多人给我发信息，亮哥你也太倒霉了吧！我没办法，直播做的太好了，有人看你眼红，你咋整的？没招了！哎呦我这不提了，提完我长痘了，青春痘。哎呦，上火上的是吗？我现在是青春期，你知道吗？我现在很年轻的，我真的很年轻的。啊，有没有了？裤子已经没了，拍什么？拍没了，下一个吧，好不好？没了，最后一波了。3、2、1，上火了！好多人都喜欢你，倩倩喜欢你好多年了，好多的咱们直播间的女生啊、男生都很喜欢你，都很喜欢你，都在给你留言。虽然有一些是复制的，但是你看，这有些人，你看啊，我跟你说，能够来你直播间的人都是品味很高的人。我怎么这个？啊，我跟你讲啊，咋的？你要说品味很高，真的是拉低你自己了啊。品味、质感、艺术造诣、文学修养，以及它的多维度，一个人活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品味。你把你自己的格局缩小了，你知道我很生气。为此，我要开一个礼花。你怎么能这么说你自己？卖没了啊？什么？没了。下一个开空了，开空了。你把电脑自己刚才停了，太炸了。啊，它都停了，后面的尾巴都没有了，去哪里了？800多万，就这么一会儿，太卡了，对，对，就这一会儿。哦，大家好厉害哦！5件啊，到手5件。那你是有手机？结束了。
拍没了不结束这事儿。那再你看那个阿哈瓦的那个喷雾你买了吗？我买了。哦，我忘了你去代言什么了。不是，他们没有送我，我自己花钱买的。我这有那喷雾，我那有。给给给。我自己花钱买的，我天。但是倩倩，我接下来我拿完这个东西之后，现在有很多的网红产品非常好用，而且是我们的国货的宝藏产品，黑马，绝对的销量黑马。你知道现在叫 Kono， 你知道这品牌吧？哦，喜欢谁吗？我知道。看那个，来，等我啊。这个 ，Kono。然后还有各种颜色的，但是这一款是卖的最爆的一款，你知道为什么吗？防脱护发，防脱有特征，这个是一定要认准药监局的红章在这里。是的，持证上岗。持证上岗。而且是国创特色。但是是这样啊，今天可能让倩倩上来之后呢，对她来说有点不公平，因为倩倩是一个发量王者，发量王者，发量王者。但是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品牌的？因为我身边工作人员他们都在用啊，啊，因为我是发量王者，他们天天熬夜脱头，对，都是秃头少女。但是我请我的公司植发了，你没有？一根一块钱呢，我请我公司。你植发了？我请我公司的团队植发了。哦啊，真的吗？真的，我要知道现在有 Kono 能可以生发。亏了。我亏了，我跟你讲为啥呀？这个持防脱特征的。最关键，这里面有什么？生姜洗发水、持防脱特征，一有皮孝子、侧柏叶、姜根提取物，焕活头皮的时候可以滋润我们的毛囊，巩固我们的发根，让我们的头皮跟脸是一个脸。为什么？它里面有一个 pH 值，0.5到0.7之间 ，pH 酸碱值，所以你的头皮连着脸嘛，所以你头皮其实营养好了的话，就跟你脸上的毛孔一样，你的毛孔其实就是它的那个每一根头发的毛细孔，而且它是清新柠檬茶香的味道。我跟你说啊，就是因为女生脱发其实会有一个类群，它其实不太好去找那个。不太去好找，就是一是不太会去好找产品的，就是妈妈，你知道，因为哺乳期的就是生育，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她可能会面临一个脱发的一个阶段。我懂。这个哺乳期的妈妈其实是很难找到这个能力。就是有时候会焦虑，有些时候会有一些压力。对，你闻闻它这个味道，里面有皮孝子，还有柠檬姜。哎，它很好闻吗？它很好闻。这里面什么都有了，而且呢，才多少钱？99块钱一瓶。带防脱特征的猫猫销量回购榜天花板，2021年度金装奖，99，20000加月销，月销20000加，这个月才过去吧，99，卖很好哦。亮哥直播间，一瓶，99，第二瓶，20块钱，第三瓶护发素不要钱，哇，再送一个补充装。再送一个280毫升的同款的，他们家卖爆的产品。最后，这个不是代言人，怎么称？女孩子发膜，这个发膜里含角鲨烷、海藻糖，他们因为原 B 五，所有滋润你肌肤的元素都在它的冰激凌的一个血统杯里面了。亮哥直播间直接送，大哥，文文直接送，猜到手多少钱？所有的 Kono 的今天压箱底。哎，这个也好闻。好闻，它是发膜，奇迹发膜。这个好闻。到手，再送6袋 Kono 的。洗发水，体验装，到手514，直播间猜多少？这些所有的，514，就是所有线上514，线下300。骂人呢？你在侮辱我？119。哇！真的太惊了！3、2、1，上车了！你看啊，你的直播间好划算啊！常来啊！哦，你直播间好划算啊！这你不你自己看，79块钱一管，亮哥送了，这个59块钱的小瓶280毫升的，3秒2000的，我再送一个100万的红包，倩倩你在我就不停送100万红包现金当钱用，3、2、1，上红包！大家赶紧抢拿来用，看啊，这个抢，你抢到了5块钱那个，5块钱随便用。随便用，然后你看啊，9920000单，这个是送的，79的发膜是送的，然后这个补充装49送的，这一个小，这是280毫升全部都送，到手这一年装，它好划算啊，而且有代金保证。现在如果说你来我直播间，
咱们不光是给大家推荐好的品牌，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时尚。哎呀，谢谢你，终于帮我说点话了。大冤种，大冤种，大冤种。我天，破事儿，知道吗？所有人都笑话我，说帮朋友帮倒忙，我就服了。第二波来，三二一，上车。昨天所有圈里人给我发信息，大冤种，大冤种。然后我还有个群说大冤种，大冤种，说让你瞎帮朋友忙，说算了，无所谓了，无所谓了，没关系。这个 Kono 的洗发水 ，Kono 洗发水，姜根提取物，焕活头皮，满满一瓶都是生姜精华。第二，侧柏叶提取物，滋润毛囊，缓解我们掉发的问题。第三，何首乌提取物，可以让我们的肌肤变得更加油亮、油亮、有光泽。家里白头发妈妈多也可以用。然后还有那个姜茶柠檬香，闻起来特别舒心。最关键，它不管是它的洗发水还是护发素，你见过护发素里放角鲨烷的吗？什么东西？角鲨烷现在那是保湿的呀。保湿的呀，对呀、啊，就是头皮保湿。还挺懂，海藻糖加维他们原 B 五呢，这些都是用在脸上的嘛。对，全用这里了，全用这里了。啊，好下血本啊，这是。好下。哎。2.2万单，你自己看。2.2万单加起来总销量2.2万单。哦，2.2万单。今天我告诉大家 ，Kono 不返场，就这一波完了，618收官。没了。你哎，那你第二波又没了，库存。你来，第二波没有了，最后一波库存。那怎么办？凉拌炒鸡蛋。咋办？三上一上呗，宝贝们，你赶紧冲。为啥今天我跟万千我们在这儿不是来卖货的，我们多年的好朋友了，其实来就是来热闹一下，来做客玩一会儿。因为亮哥的直播间不是那种，你懂我的意思、嗯、你懂我的意思。今天这个机制，你知道啥叫618吗？618不是买买节吗？某猫某猫是211，这是抖音是618，买买节。618的机制就是洗护加清，包括我们家里的洗护用品，奥妙，奥妙25斤才多少钱？奥妙那红的贼贵的那一套，奥妙红的25斤，应该多少钱？你把那一桶拿过来，我给他开个玩笑，给他看一眼，来。2.4万。然后，万茜，不返场，今天在这不返场，不返场。这一大桶啊，张总啊，我给拿万茜拿来。卖完就没了吗？张总啊。走啊，把这拿走。哎，你洗不洗家里？我洗。哎呦我去！干什么？不是，我不卖啊，我就找他卖没了，没了。吓死我了！到手22.5一斤，猜多少钱？就在我直播间，你猜？500，多了300。你在骂人吗？200。119。对了，没有啊，卖不上链接，没有，没有，卖空了，没了。就一会儿就没了，就这样，拿走，我不拿。2点 ，Kono 最后的下场就是他。你换个词行不行？Kono 最后的结局就是他，也好不到哪儿去。2.6万 ，Kono 我感觉要破纪录啊！卖差一点卖穿了，差一点卖穿了，最后的结局。对，防脱特证的宝贝们，买它。不是我说防脱就防脱，这里有药监局的一个红章，宝贝们，这是回购榜好评榜天花板，把那个拿过来给，不要我自己的，有效章啊，要他们的给我，你拿的这些都给我看一下，都是天花板了。倩倩你自己看 ，Kono 图榜了，你就是别后脑勺要很好看，但是脸更好看，看啊，图榜，都是洗发水好评榜，2021年度的 top 单品奖。啊，算了，你也不懂，你也不太懂，你也不懂。然后看啊，回购榜，这个119两瓶，这还乐呵呵成为第一呢，头那什么呢？因为我们工作人员其实一直在用这个，他们库存已经拍完了，哥，没了，怎么办？怎么办？问交给你了，你说过就过，然后你说加库存就加库存，对，你说让我喝了我就喝了，喝，赶紧剩一口闷。你不是你都不考虑一下吗？倩倩，加加加加加！这是我见你的最后一面。啊，一不返场，不返场，不返场哦，不返场。然后左上角福袋还剩最后2分钟就要开了。姐姐的口红有吗？没有，对不起，没有。你涂的啥牌的口红？这个就混的。
混的，混合的。对，调的，调的颜色。你多少钱买的口红？好几百吧。送吗？这不是送的，就是化妆师的呀。化妆师。啊，这便宜也占呢！哦，能省一点是一点，能，我也能省一点是一点。这就是你，这就是你，我跟你说，万千高兴了。只有他平时生活中比这还厉害，比这还厉害。我跟你说，那笑的，那笑的，哈哈哈哈的，他破纪录了，又干这个电脑又干崩了，你在这块待又干崩了，又卡了，卡了就卡了，又卡了。那我们换台电脑，换台电脑自己看，继续看。怎么算破啊？哪儿破啊？所以这个家里爸爸妈妈可以用，因为爸爸妈妈容易掉头发，我们有工作压力大的。哎，你送我妈一套吧。拿走啊，拿走啊！你这不是就一套吗？这一套不是能用很久吗？全拿走，全拿走，全拿走。所有直播间宝贝们，爸爸妈妈容易掉头发，包括我们平时熬夜，我们的那个先天的熬夜掉发、压力掉发、哺乳期掉发，就还有青春期掉发的这一套，你要知道普通掉发的问题，它不是说因为像防脱里面它有那种中药味，它是那种柠檬姜的味道，哎，很香。我知道应该怎么形容这个味道了。我刚想了半天啊，就是你们有没有人喜欢吃肉桂的？肉桂。我知道那跟小棍儿似的那个巧克力棍儿，那肉桂是吧？就肉桂，然后因为我们湖南有个东西跟它的味道特别像，叫桂油，跟这味道特别像。什么叫桂油？算了，就你还不如不说呢，因为你一说就把这个东西都缩小了。它就是这样，柠檬和姜的一场恋爱。很好闻，不像以前那种味道。哎，不是你稍微，你稍微认真一点。我再说完之后，他有多敷衍？嗯。我说，多么完，多么美好的一个诗句啊！柠檬和姜的一场完美的恋爱。嗯，马上破纪录了，马上破纪录。那还，然后我们福袋啊，每五分钟开一次，每一次五台手机，合起来一分钟一台。福袋参与人数123000人。哎，秃头宝贝们，还想玩吗？啊，还想玩吗？往左拧啊！秃头宝贝们，不是秃头宝贝，别崩我。来，宝贝，哎呦我的妈！是，耶！最后一波，动态库存了，3、2、1，上车了！没了吗？还有吗？啊，倩倩，我的直播间是这样啊，我在里，我敢这么讲，我直播间我敢挑战全网，不限购，不怕比，不预售，所有的这个价格，所有的超市，就是你能在咱们的祖国里的任何一个角落里找到比我的这个机制更便宜的，找不到的，找不到。这不是关乎着我的面子，这关乎着你的面子，知道吗？我不是为什么？因为你来到直播间，我们直播间的这个价格就要达到顶部，不然对不起你来这一趟。真的吗？好感人哦！突然间开始煽情呢。耶！人间走一遭，我是大元包，废了，真是服了自己了。不是，原来我说人生啊，就得有应该想到的态度，对不对？想到的态度，开心就好，开心就好。而且万茜姐发量真的好多呀，这已经盯看半天了。我跟你讲，我在这里保证大家，万茜的发量是不需要任何假发片的，她甚至需要打薄自己。你说的没错，真的，她的发量。又该打薄了，不然拍着拍着从这个地方开始鼓到这来了，男演员都没有了，没有了，直接拍穿了，直接破纪录了，最后一个品了，万茜，最后一个品了，我们在直播间还有20多分钟跟大家见面，有什么好东西？还有什么好东西？我先亮品还是先唠嗑？先亮品，我们今天拿出来这个宝贝，所有宝贝们，我们现在就是怎么讲？现在随着我们的人均呢生活越来越好了，科技的发展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同时，我们外部的同时，我们还需要一些仪器来去让我们的肌肤来抗老，对不对？美容仪吗？美容仪，抗皱不能说抗老。Amira 现在是非常火的一款，你见过这个吗？你不会跟我说你是代言吧？然后我可真的是在讲啊。没有，欢迎找我代言。Amira，你看这完美的工业设计，自己看。
它怎么这么滑溜？哎呀，那我还得整的带刺儿点的。不是、啊，就是通常的那些美容仪不都是长的那种，因为它是美容仪界的天花板，它是专门针对国人肤质研发的美容仪。为什么是针对国人？首先，我可以告诉你第一点，国外人爱晒太阳，而且它的基因的问题导致它的肌肤很厚。它的肌、咱们的国人的肌肤像水蜜桃一样、哦、而这样的薄薄的水蜜桃就容易敏敏，晒一下就泛红泛刺。但是如果说想穿透我们的肌肤的角质层，包我们的肌底的话，它就需要一个高频的输出。但是高频的输出如果它不够稳定的情况下，就会让我们肌肤肿，就整个用完了肿。你花了10000多块钱、8000-9000块钱，你买了一个让自己肌肤根本不耐受的美容仪、而这一款是专为国人而生的射频。所以这个是不会红的吗？当然不会红，它你摸摸这样，你这样划它，为什么？你见过以前的美容仪都头是凸出来的吧？凸出来的，它是不凸出来的，它用的是航空材质的，是手术级的材料，它是平面的。你看起来，你摸一摸这个，是不是？第一点，你平时用美容仪吗？我用的。我告诉你没这个好。真的吗？真的，我先把人扁一下，也不至于。我先告诉他好在哪儿啊？首先你知道它美容仪好的为什么要好吗？因为它是六频射频，大多市面上你用的是2到4频的嘛，就上面有4个头到2个头的、对，它用来干嘛的？它用来穿透我们的肌底，然后给我们肌肤增加一个能量场，这样的话我们的射频才能均匀到我们的肌底，达到一个皮下的一个能量，然后促我们胶原的胶原蛋白增，对，那不是增生，是对生成。而且它功效很大，它你看你发现了吗？它不插电，充电的。它用 Type C 接口，插用一次之后，我们能够用很长时间，能用每周用3次，插上就可以解决你的双手。最关键，市面上大多是3到6瓦的美容仪，3到6瓦什么概念？就是它里面的这样有一个叫“噌噌噌噌”那个，就是电流，就是紧致紧电流，就是那个皮肤会抽抽吗？对，就那个，它能达到8瓦。但是它不会让你觉得疼痛，只会酥麻，这就是它的厉害。最关键，我再讲一点，我一下你就大爱了。它可，你平时美容仪用多久？10到10几分钟吗？它这个美容仪更适合我们女生，不是我，你们女生，就对我们女生。我刚才我看你的那一刻，我想到了咱们这个姐姐，那个就乘风破浪姐姐了，5分钟去水，早上起来5分钟拿出来之后，抹上它的那个导入膏。这凝胶，而且它不是那种凝胶特别黏，它是水，好可爱的颜色啊，像果冻一样。对，5分钟哪里肿了敷哪里，就这样滑溜这样敷。你猜多少钱？而且它可以什么保证皮肤42度，如果它里面的这个头每秒50次检测，突然间你发现这个过热了，不穿透过热了，它自动调到42度，很。有人说上车吧，来先上车。3699，直播间3999，它是 Pro 版、之前不是 Pro 版，卖爆了，现在它的旗舰版就升级了，3900，亮个直播间2199，哇，再送8管，再送8管导入仪，1管100多块钱，一管169一管，这没盖盖子，169一管，亮哥送8管，盖子干什么？8管完了吧？1000多块钱送出去了啊！Amira的抗皱的，这是什么面霜吗？八倍霜，Amira抗皱八倍霜送了，送了，面霜499，然后送了，我先上车好不好？好，不返厂12期免息，你猜每天多少钱？每天12期免息就是6块，6块钱一瓶矿泉水。一瓶冰红茶矿泉水，对，镜子也送，3、2、1上车，不返场，镜子很火的，这个镜子 Amira 之前做镜子火的，真的吗？对，镜子好不好看？480，拿走直接，一个镜子480，它是三种光，啊，不能打开，这样，看，展示了吗？太阳光、白光、日光、化妆光，更亮的光，看，各种看，都更加清晰。自己比如录短视频什么的，这个光很舒服。这挺好的。送了300多，多少钱？249。489。这个也送。化妆箱也送。化妆箱。啊。然后面膜也送。我跟你说，女生最受不了的是这种东西。行，方便。是吗？对，你要送个什么化妆包什么东西，其实挺能切着我们女孩子的心思的。一会儿给她看一看我这边的，来这个，啥东西？收纳皮套。对。哦，500单了。
2000多，然后你给你看看他的神奇啊，早上起来去水肿，去水看一看，两个脸的变化，下颌角这下颌角，才刚才一两分钟啊，宝宝一两分钟，这边是肿的，哎，真的耶，对啊，就哎，那其实它比较适合就是早上起来以后，就是先用一套，然后再去上妆，对，是的，对吧？早上起来，尤其你就是咱们化妆之前啊，化妆之前就先去一下水，去一下肿。因为早上起来脸特别容易浮肿，你知道吗？那种肿。因为我们拍戏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嘛，就是早上起来其实蛮容易肿的，通常都是靠一杯黑咖啡顶。黑咖啡顶，这个然后就回去送你了，你走的时候送你一台。啊，好的。直接回去送你一台。好的。真的真送你一台。我是当真了。真的好，你知道他有我告诉他多简单啊，傻瓜式操作，但是不要用水去洗，因为他这个头啊很精密，这个仪器很精密，因为它是6种射频，达到了一个9种的能量场，能够穿透我们的基底。只需要做一步，打开盖儿，只需要干啥？打开盖儿，开机。好，下面是淡纹修护，按一下，紧紧提拉，完事了。然后你需要做的就是档位加减档，下面告诉你的一个电量，然后加档减档，完事儿。哦，蛮简单的。然后就这么简单。然后你需要做的什么？它不仅仅是要导入膏，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喜欢用那些那个。对，我就是想问他，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凝胶，能不能那个润百颜的那个润百颜的那个用过吗？刺泡精华，精华就是那个玻尿酸，你把它抹在脸上，你哪里的上千块钱的昂贵的眼霜、面霜放在这里，增强它的吸收，它导入系统，一机抵四机两大模式，解决岁月三大问题：第一，射频嫩肤；第二，电流紧致；第三，红光提亮；四，所有的昂贵的化妆品事半功倍导入，是的，送你了。这个，我们用这么多的护肤品也是补营养，大家都能1500单了，这个送给你了。所以倩倩，你作为女生啊，你作为女生来讲，你觉得总价6147，买然后亮哥直播间6618，直播间2199收官不再上了，2199送这么多东西，它是顺丰快递，它是真的划算，因为通常来说一个这样的仪器基本上都是4000-5000，对对吧？对，单卖基本上就4000-5000。第二波库存，3、2、1，然后不上了啊！车了，左上角口袋不要忘记喽，还剩20秒，我们的手机就开了啊！然后这是倩倩带的最后一个品了吗？嗯，是不是最后一个了？还有一个是吧？对，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是吧？我的妈呀！什么？奶酪博士，我去！好吃绝了！就你自己家里买的，就你跟我说你买的。哦！今天是新口味，你等会儿给你看啊。这个都回头拿，这还有新的吗？给倩倩带过去一个这个。好，准备一个哈，然后这样我们直播间里再抽2台，哇，来送给喜欢你的宝贝们。好的。一人在说喜欢谁？真的本人更谁？日落，欢迎万千做客，来送一台美容仪。哦，恭喜啊！送台美容仪啊，送给你了啊。来，现在再抽一个吧。再送一个。幸运糖果，恭喜！恭喜！哇，小女生，如果是男生的话，你先把我给他退了。男生的话，麻烦你送女朋友，送两台啊，妈妈，送两台美容仪。然后呢，其实每天6块钱，这啥？他每一个都附送15元的报告，不用，你们去小某书，你去看他，都可火了，现在这个。很好的啊，它第一代卖爆了，这是 Pro 版第二代，但是第二代的价格比第一代还要便宜，只有在亮哥直播间。4000多块钱，对，我们今天2100。你见过这么贵的东西？我送运费险，7天无理由退货吗？用的不好用，顺丰，功能升级，价格还便宜了，有点想重来呢，是不是啊？对，以后这个直播间交给你了啊，交给你了，我去睡一会儿去。这样啊，我就来自己来，你自己播这样啊。那你去给万茜5分钟时间，自己来场上。如果你不行了，你就给我使个眼色。所有的美容仪很简单，左面5分钟，右面5分钟。如果你要抢去水或者干嘛的话，什么东西写什么？关奇发货是吧？对，我知道是关奇啊，3.6折 ，Amira 的3.6折，官方旗舰店发货，自己划算，真的划算。我走了啊，再见。这什么啊？怎么还有面膜啊？面膜。因为面膜是中国最奢侈的，然后我们就我走了。然后这个一般是我是不是走这一会儿你很尴尬？好像并没有，有点很想喊救命。好的，不回头两步。你不要这样嘛！
我再看倩倩到底需不需要我，要不我走了啊，你自己播吧啊，你去吧，每天都，你走呀，啊，我去哪儿啊？我真走了，你走呀，你控不了场的，你这个人，没关系的，我走了啊，反正又不是我的直播间，没事，倩倩，你不要走，你不要走，不是。最后一波了，最后一波了，啊、来三二一，我你自己来，自己来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啊，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啊！哎呀，这好尴尬，不行，要不我跟大家说个笑话吧？是，每天六块钱，嗯，便宜，一杯矿泉水，一般的两杯矿泉水，凝胶都是要二次购买的，相当于一个半饮品的消费。我们今天直接送了八支，能用两送八支，对我们送的东西都差不多3000块钱了。但我跟你说，其实像我们用美容仪的，就是凝胶呢，他送了多，当然是很开心。嗯、但是他如果能用自己的护肤品的话，那是最……我告诉你，用自己的护肤品，这个就是最厉害。他可以提到，比如说你的上千块钱的眼霜导入。好，说到这儿了，你别你这么看我身上让我发红包吗？我解读到你内心潜台词，100万红包。哦，大气！好吧，来三二一，左上角福袋有手机，我是真发钱。我真掏出来100万，我自己拿100万出去之后，大家抢到之后，每就有些人为了促单啊，比如说我发50万红包，我只能买它，嗯，只能买一个产品，就是好多人就说你这上千块钱的东西5块钱顶啥用，嗯、但是我这5块钱我可以买纸巾，5块钱的纸巾都可以，最后15单了，55单结束了，没了吗？没了，没了，快啊！怎么？这是大品升华盒。你这么不相信你自己的能力吗？不，我是佩服于你的你的魅力。我有什么？你一定要好好说一说我的魅力。后面这个品不上了。万茜，你最爱的，今天呢？这样，我作为他的代言人，一会儿再给大家讲啊。来，好，刚才万茜最爱的奶酪博士，全都上，全都拿，全都拿来，奶酪博士来。所有直播间宝宝，大家看一下，见过这个味道的吗？你平时用的什么味道？我在超市没有见过这个味道，我都是买原味的。买原味是吧？对，买是这个味道的。你吃过精润白桃味的吗？精润白桃味的。粉色的吃过吗？粉色我也没吃过，我就一直在吃原味。我直播间的限量版，直播间限量版。你说那个也是在外面买到的？我听说你自己在吃它。我自己在吃。自己买的对不对？对。但是你知道它背后的文化是什么样的吗？它的含量是什么样的吗？嗯。它的创始人是3个奶爸加荷兰的宝妈，一群奶酪的发烧友共同研发。最开始连广告钱都不舍得投入，把所有的东西全部用在我们的营养的黄金配比，致力于我们中国宝宝的健康成长。嗯，这第一点。第二点，人家做到什么？自己跟自己比，别人30%-40%奶酪，他自己比自己。升级为55%的奶酪，最关键一点，看到没有？我要跟你讲，奶酪是不是需要别人去稀释？有些大部分奶酪是用水，他们家奶酪用生牛乳代替。他们家的是稠的，因为有些奶酪就是打碎以后，它其实是很散的。很散。对。但是你看啊，我这个怎么晃？它不散，它更像一个果冻一样，果冻，而且它里面额外添加了什么？维生素 A， 然后可以保护我们孩子的视力，维生素 D。促进钙的吸收，好，全都有了吧？嗯、但是你更知道它这里面的高钙的成分约为7杯牛奶的含量吗？哦，这么厉害吗？而且你这个精润白桃的白桃过期了，是它白桃的不长了，所以它没有办法用它的果酱了。它的真实的葡萄果酱达到了8%，尝尝。你要知道你的一小口，就是我直播间的一大口。你要知道，是的，对。我觉得这个味道真的是首发，这个味道真的有点绝，太好吃了吧？这个是这个味道，孩子巨爱吃，回去给宝宝吃。多，你卖多少钱？你买多少钱？我买40块钱一袋，就比你买是大袋的，大袋的，多少根？20根吧？没数过。10几根？几根啊？15根，40块吧？15根40块，今天亮哥直播间来，看好啊，一袋是26.8元10根的，对，这还是原味的。我们白葡萄是新品，还没有价格哦。2袋、3袋、3袋了，4袋、5袋，葡萄味儿，50根了，50根再送，来，原味的经典装的盖纳配比黄金配比，送2袋。3袋、4袋、5袋、6袋，到手13袋，130根。
那我不是买亏了吗？是一百三十根吗？六十五根，总价378，你猜多少钱？新品首发，618收官，新品首发，头一回，在咱们直播间，所有的宝妈们给宝宝们买到的是全，整个，算是全球了，头一回，你们第一个品鲜的，头一个品鲜的。对，第一。要么说你吃的一口要有别人的一大口。这个味道是真的好吃。这些所有加起来123。我给算到这儿，那这合算多少钱一根？二一不返场啊！一袋，不返场了。123块9，对，没，你别这么看我，真的好便宜哦。八袋原味的，到手一共13袋，相当于他在合的码就是20多块钱，9.5块钱。25的，24.5一袋，20多块钱是10根吗？就是河马先生，24.5块钱5根。24块钱5根。而且今天瞬间没有，今天是新品。哎，倩倩，你吃的什么口味的？家里孩子难道还吃原本来吃原味的吧？对，我们一直都吃原味的，因为1秒1千单，一秒一千单就这么快，嗖嗖的，1秒1千单没了，好快。你们吃的这个，你吃的这个原味，你是不是懵了？有点便宜，我跟你说。但是赵总，我再考一下你，奶酪博士，你猜在亮哥直播间？你买的是生产日期绝对没有我现给你从工厂发的便宜，2022年白葡萄味儿，这个月6月份生产，6月12号生产，6月17号5天之内生产，保质期6个月冷藏。第一波库存没了，来，第一波库存没有了，第二波库存3、2、1，上秋了，然后精装版的2022年5月份生产的。直播间21万人，欢迎万千姐姐！哎呀，21万人，你不要放个礼花了，突然间了啊！要不要放吗？完了，这是要放礼花了，来，快点！来，到了最喜欢的放礼花环节，往那边放，往那边放，来，3、2、1，走！啊！好玩吗？好玩，好玩吧？哎。我突然想到，这个东西可以放到冰箱里面当冰棍吃吗？1.6万单了。你说什么？你说当冰棍吃？对。孩子别了吧，冰棍吃。对。孩子别了吧，大人可以。放冰箱里。对啊，放冰箱。不好吃。郭京飞自己。来，我都没法吃。我拍摄现场自己偷吃2袋。真的吗？郭京飞自己。为啥呀？我给孩子的，我自己视频的，我放在那儿，大侄儿吃了2袋，郭京飞吃1袋。他上不来了。没有，他原来拍戏的时候，奶酪博士只有精装版的时候，在现场偷吃。你让我大侄儿他吃了2袋，他自己吃1袋，巨好吃。你连白桃味儿你都没尝过？我没尝过，都是那没有了。哇，他直接越级了，直接尝到了这个口感更好的夏日限定版的夏一点不返场，你自己看一看多少？对，看哪里啊？你自己看看，在哪儿呢？它的单数这儿呢，就这么一会儿，这一会儿库存准备好了。第三波了，宝宝们，不返场。2022年6月精装版，2022年5月，让我们宝宝吃到顶新鲜的。3、2、1，上车了。所以倩倩，你想想这样的一个奶酪棒，给有添加了维生素 A， 促进孩子的视力。维生素 D 促进钙的吸收。我一直跟大家那个宝妈们强调，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家孩子就是早上起来喝一杯牛奶，啥也吃不进去了，胀肚，是不是胀肚？1.8万单了，胀肚。那吃它就行了。没了，11万人了，没库存了。哎，还有多少库存？没了，没了，就这一会儿拍没了，那就见不着了也，没招了。在家就只是动态过。哎，这是我们的勇哥，这是奶酪博士创始人。哦，真的吗？啊，哎，你好，哎，你们家的真的是很好吃。以后不要去超市买了，你吃的奶酪棒我们家全部承包了。哎，最后一波了，3、2、1，帮忙，真的帮忙去承包一下。真的好吃。你别光给倩倩这样的一个优质，其实倩倩更希望把这些奶酪棒。对于人家这样，他的东西我来包了，我来送。但是我希望直播间宝贝们就告诉大家，因为倩倩今天也在这儿了，我们两个作证，以后的奶酪不是奶酪棒的价格机制，在亮哥直播间是不是到头了？天花板
天花板了，对，以后买只有，而且首发没有人，没有人线下没得卖。我知道了，第一口，万千的一小口，等于奶酪棒历史的一大口，跨越了山河，穿越了星河，只为在这里与你天作之合。太油腻了，我们20000单了，所有这边宝贝们，你要知道，家里宝宝吃完它，一定要放在它够不到的地方，因为它钙钠比不咸不甜，它浓浓的奶酪味里面还有它的鲜鲜的白葡萄味，很容易这一袋就吃没了。可孩子一天最多啊吃个5-6根就差不多了，虽然多吃不会有负担，但是你也别没完没了的吃，对，差不多就行。你们一定会停不下来，所以一般就再给你再吃一根不？你尝尝。而且今年123.9，有5袋的白葡萄味儿，还有我们你再闻闻是不是好吃的？你回去给孩子直接带着，确实好吃。这样，那个倩倩的团队给他先拿一箱。然后能够直接飞回去，或者说这样你不在深圳拍戏吗？那个样品被我们吃完了，我们只能给他快递。是，你看这个都没了。吃饭吃饭，八一箱八一箱。走。反正我都吃完了。啊。难不了。给快递姐姐，对不起，我吃没了。我的妈呀！就是这，然后这样你在那儿拍戏，回头你给我个地址。哎，好呀，然后我给你发到家里。吃完了，工作人员。这是工作人员吃完的。偷偷吃完了。这工作人员吃完的。对品的时候，每人一根儿。哎，你们这群小朋友怎么回事？这个不要钱是吧？每次都以工作为由，然后去视频。不是，那个 Lancome 精纯面霜，我拿上来，我还没等讲呢，大半管给我涂没了，2-3千一管。恭喜你瘦20000单了。20000单没了，20000单没了。万茜，你40块钱买的一包，在我直播间也多少钱？也是多少钱？相当于10块钱吧，9.5块。9.5块。相当于9.5块一包。就是你40块钱买的一袋，在直播间9.5块。而且咱有线下限日限定，线下都没有。而且是，而且你买的日期还没有我的新鲜，因为我是代言人，我也代言人。了不起！我是代言人，了不起！这样啊，倩倩呢，就是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然后之后倩倩回去第二天还要拍戏，她要拍戏，她要保持一个好的状态。但是不管怎么样，倩倩走了，但是我依然在这里再多发出一到两个。每个红包有5台手机，好不好？我希望就是21000单了。你今天来我真的很开心，我说真的我很开心。我也是。就是虽然在那个姐姐里面你们一顿蹂躏我，让我当助理，天天蹂躏我欺负我，但我依然很开心。谁不愿意给女神当助理呢？对不对？但今天请到我的直播间啊，本来想装到一番，后来发现人家是代言人。你也是，我是不会忘记那一刻的啊。所以特别感谢倩倩，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倩倩的。我给你准备了个礼物，来啊，真的吗？特殊啊！这是什么做的？这个积木吗？现在它的名字就不叫积木，它的名字叫什么来着？你激动整忘了。这叫什么来着？乐高乐高，你叫乐高，每一朵都是乐高的，对，是你拼的吗？啊，这个我先看，肯定不是我拼的，我没那功夫。因为他乐高啊，然后跟我们的直播间的宝宝们，然后暂时告一段落，说声再见，好不好？嗯，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帮你拿一下，就挺开心的啊。嗯，然后今天因为我跟亮哥真的是好久没有见了，就。从那个节目结束以后就没有再见过了嘛，然后我们团队说让我到亮哥的直播间，我说好呀，我说过来玩，我说亮哥也挺能聊天的，然后也人也特别温柔，然后在做节目的时候也是把姐姐们照顾得特别特别特别好，虽然所以姐姐们才会以欺负他为乐，就是我也希望啊，说到实话上都欺负我吧，就是很开心生命中有这么多的好朋友，虽然不常见面，但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和岁月的当中和我们就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能有这么一段经历是在一起度过的，就是我们拍的生死桥，当年在一起拍的生死桥，彼此见证着成长，并且大家都很好，那个时候真的好嫩啊，
现在也很嫩。你我没，就是我变了，你没变，我黑了。你成熟了，成熟了，黑黑黑黑更好，每天开开心心的。不但黑，还被黑。行了，这事儿解释不清，算了，拉倒吧，不吱声了。因为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在圈里就是没心没肺的，就是大老实人，大傻实诚。所以说才有这么多的宝贝、啊、不是、啊、宝藏艺人来到亮哥的直播间，啊，总算画过去了，差点儿，不然又被黑了，因为在直播间叫宝贝叫的太习惯了，所以就特别感谢倩倩，也感谢倩倩的团队啊，都能够大老远来到这里来为亮哥的百忙之中。谢谢，对，谢谢，也谢谢亮哥的照顾，应该的，应该的，谢谢。好，都好好的啊，都好好的，都好好的。侧边合影啊？什么？你们在前面的，有吗？让我们让那个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为我们截个图好不好？直播间的宝贝们来。好。然后把这个奶酪棒。好，发个福利吧，给大家发波福利。这样，倩倩来了，我也不能，咱们也不能差事儿，因为来了之后也不，咱不能白来，给咱们的粉丝宝宝们。好呀。你说来了。来都来了。来都来了，嗯、来，你想发什么？不能白来了。来发一千。哦，这个箱子好好看。拿走一个吧。这什么箱子啊？可以放面膜，可以放这个。给我看看。你猜多少钱？你猜，我已经放了好几四万个、五万个了。真的吗、啊？这多少钱一个？这个箱子，然后这个还是胶皮的。对，还可以绑在那个行李箱，放一些，它可以登机的。哦，才多少钱？这个、好可爱、哦、原价178。178。今天做福利。你福利像包邮。你，我刚刚看你这些产品，基本上福利都是到了二折、三折。啊。咱们保守一点估计，你多少钱呢？178。啊，它是一个成，就是178。178。啊，给大家，今天你走之前给大家发个福利。50。已经很大胆了。你在骂人呢。亮哥赤诚这么多年，6.17块，什么东西啊？这一件包邮，我没开玩笑，真的不是你这是真的就是白送了，白送就白我包邮啊，对，6.17块白送啊，你选哪个颜色拿走一个，6.17块，2022年5月份生产的，我喜欢这个薄荷绿，拿走，给拿一个那个后面好，来拿新的，然后小五写一下，发1000单给大家。因为宝贝们不是说发的少啊，咱们为什么发的少？因为10天之内才能发货，因为上半场我送没了，我一激动给送没了。真的吗？我送了得有小7000-8000单了吧？一万多吧？啊，2.4万单。对了，我今天上午送了2.4万单，6.17块。啊，然后就没有了，给大家发1000单吧，好不好？好呀。这个拿走，擦一擦。我算占了大家的便宜了。然后这样，我教你一招，因为我下一周什么东西拿着好，自己直接装里面了。对，我待会结束以后，我跟你说，待会结束以后，我要准备去高架上的仓库。美容仪、奶酪棒、阿哈瓦，直播间23万人了，随便拿。嗯，好的，那好了啊，给大家放个礼花吧。就随着万茜的一个礼花，打开我们今天下半场的序幕，好不好？好的，好。朋友们，10、9、8。哎呀，这么长啊！6、5、4、3、2、1，谢谢万茜，拜拜，姐姐下次再来，开心吗？开心了，我的太爽了。我送个客啊，来帮我等一会儿啊，下次再来，拜拜。然后让那个把24万人把这个拿走，把这拿走，后面装点东西，装点东西。啊，把那装点东西，你们把那美容仪拿来啊，宝贝，我们福袋里现在这样，我后面的福袋，舞台。